好。你觉得你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是不是特别不愿意见到我，特别烦我啊？要不是今天我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，你早就让日本人给砍了。哎，你不是要找盛龙豪吗？去啊，去吧，去啊。哎，我今天就跟你讲讲道理，听好。我觉得对你不错，我救了你的命，而你呢，对我一丁点感激之情都没有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在我的眼里面啊，跟盛忠豪一样，臭唱戏的，臭下三滥，一个臭唱戏的，臭下三滥。你也就是个汉奸，土匪，日本人的一条狗。土匪，走狗。行啊，这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胆儿肥了是吧？啊，我土匪。我是日本的狗，啊，那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土匪都干些什么事儿。微风吹过，秋叶已凋落，年轻的心。有太多无奈，你的离去已被战火掩埋，望眼欲穿，再无法回来。生命既脆弱又精粹，既无奈又可爱。你像风一样。说过多少次了，干一行要爱一行，你今天又没规矩，这不是拆爹的台吗？钟豪，咱们就是唱戏的，那咱们就好好唱，让客人高兴就好了。钟豪，你快走吧，你带着我是逃不了的，我会拖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可能会丢下你的，你快下来啊。钟豪，这辈子我没办法嫁给你，我希望下辈子做你的女人，你快走吧，钟豪。真娘，对不起，直到你死了，才给你一个名分。对不起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面，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。你不要怪我。都说爱到深处花会开，只有活着才是最美的心碎。诸位，
此次的扫荡是要报复八路军上次袭击我们的中转站，因此必须要收到震慑敌人、杀鸡儆猴的效果。诸位，我再提醒你们一下，这次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，八路军的实力是不能低估的。八路军打仗是靠军人的意志力，是靠不怕死的精神，而且他们善于打游击战、运动战，这样的作战专家我们皇军有时候也是一筹莫展。因此这一次的行动，我们不跟八路军兜圈子，我军的主力直插八路军的分区总部。至于外围据点的打击，除了挡路的，其他的都不需要考虑。大佐，您的意思是？八路军是不会跟我们正面交锋硬碰硬的，他们会像一块牛皮糖紧紧地贴在你身上，让你吃不好睡不好，疲于奔命，直到你精神崩溃。这一次的行动，如果要把八路军所有的据点完全的扫荡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与其分散兵力疲于奔命，倒不如集中力量消灭他们的首脑机关。大佐英明。蒋司令。哎，到。皇协军这一次要全部出动，协同皇军的行动。是。各位，大家要记住，这一次的行动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，能杀就杀，能抢就抢，能带走就带走，带不走的全部烧掉，不能留一点的物资、一粒的粮食给八路军。来，这次行动的目标，新庄。小心点啊！来，往这儿。怎么回事啊？走。小心！哎，你们看，从这儿到这儿。报告，报告！哟，我的左右护法到了，来这儿来。啊。司令员，这么着急找我们俩来，有啥指示啊？有一副千斤重担要交给你们。可就是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担。首长，您甭激我，我老邱啥时候含糊过啊？老李，给他们介绍一下情况。好。最近刚刚得到情报，日军有一个连队，伪军一个团，在连队长大岛茂的指挥下，由宛平一路攻击前进，已经抵达三台镇，正在和守军展开激战。敌人此次扫荡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我们，攻打中转站。三台镇守不住吧？嗯，你咋知道？你看，三台镇虽然地势险要，可是地方太小，两边又都是平地，日本人要是打不过，大可以绕到守军的背后进攻，所以不是一个长期坚守的地方。文立轩同志分析的不错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，司令部已经命令三台镇的守军撤退，预计三个小时内敌人就会攻进新庄。这是要放弃总部的意思。敌人此次集结重兵，来势汹汹，避开了我们所有的外围据点，其目的显然就是我们总部机关。我们不能应聘，要利用我们打游击战的优势与敌人周旋。那边的大片根据地要放弃吗？文林轩同志，抗战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，我们都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啊。不战而走，我想不通。想不通也要执行。首长。哎，李轩，别说了啊。首长，有啥指示您下命令吧。嗯，新庄的老百姓要和总部一起撤退，这样的话撤退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，你们负责断后，要保证总部和老百姓的安全。是。不过首长，我们只有一个连，这兵力是不是不够啊？我就这么点家底儿，最多再把宣传队和警卫连交给你们啊。
警卫连是可以，那宣传队是个累赘啊。胡说，谁说我们宣传队是累赘的？打掉敌人中转站的时候，我们宣传队可是立了功的。政委司令员，林队长说得好，我们八路军的宣传队平时是一支动员队，战时呢就是一支战斗队，文武双全嘛。嗯。司令员，我要代表宣传队请战。好，我同意，你随邱连长行动。那谢谢司令员。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没问题，我服从命令。那就是说你还有意见？没关系，想不通先执行。你们二位立即行动。是是。我说老肖啊，这连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跑，什么意思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游击战的第一招，叫敌进我退。还第一招呢？总共有几招？不多，四招。哪四招？想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其余的三招是敌疲我打，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追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简单，这个用好了，那是天下无敌。啊，你就吹吧，跑好了，天下无路。哎，我说小文同志啊，这可就是你部队了啊，你缺乏经验，这点上你得跟我学啊。懒得跟你拼，快跟上，跟上啊！玉环，嗯，你过来一下。玉环，怎么了，立轩？玉环，如果侦察机照来，我可能就没法照顾你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的，你也是，小心点。还有，这行军吃饭没个准儿的，你肠胃又不好。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，你饿了可以吃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玉环，嗯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玉环，我知道你不会开枪，你把这个拿着，要是真遇到危险，你就拧开支杠，拿这个，心里数一、二、三，用力扔出去就行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谢啥呀，快走吧。嗯。哎，大家都跟上。小秋，邱连长，邱连长，邱连长，怎么了？司令叫你们去一下。好，大家原地休息。走。好。司令员，政委，司令员，政委，郑雷，刚才侦察兵报告，鬼子在新庄扑了个空，恼羞成怒，烧了些房子，抢了不少物资，要运回宛平。你们要把这些物资给我夺回来。是。司令员，敌人的兵力有多少？根据情报，日军的主力正在以新庄为中心，向周围进行扫荡。这批物资由一小队鬼子和部分伪军压着，正在运往宛平的路上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应该到这儿了。看来，这黑风峪是鬼子的必经之路。嗯，没错。伏击地点就选在黑风峪。你们从这条路走，可以赶在鬼子前面到达黑风峪。是。除了武器弹药，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带。出发。是是。快，跟上！快！
快！军长，门排长，鬼子和二鬼子已经到赵家庄了，离这儿不到几公里。太好了，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。嗯，另外还有个情况，说，我刚刚侦查的时候发现，前面有条小路可以绕过黑风峪，要是鬼子不走这儿怎么办？怎么还有一条路？我也是刚刚侦查的时候才发现的，这条路地图上没有画出来。不行，必须让他们走这条路。你有招？诱饵，我需要一些人做诱饵。诱饵，这样，我和小五去。走。哎，等等啊，鬼子招你了吗？你要去吓人家？那咋办？哎，我们去啊！像做诱饵这种事儿，我们宣传队最在行了。对啊，那帮鬼子什么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不行。哎，每次行动都是你们冲锋在前，这次轮也该轮到我们了吧？是不是啊，姐妹们？对啊，对啊，邱连长，是啊，你就让我们去吧，也该让我们出出力了。是啊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？哎，上一次打中转战，要不是我们宣传队帮着你们，你们能打过去吗？哎，反正就是不行。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这次，不行。李轩，你就让我们去吧，我们一定会做好的。行，邱连长，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先带人到那条小路上去，让大家悄悄地埋伏起来。我们来个前后夹击，两面包抄。好。嗯。林队长，你们小心。好，放心。没事，走了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会儿警觉一点。王排长，放心吧。玉华，姐妹们，走了。嗯。注意安全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们也要小心。去吧。嗯，走了。快，快点，跟上。三排长，到。你带人到前面小路埋伏，一个人也不许放过。是，三排，跟我走。他娘，我们走路，日本人坐车，太不是东西了。二哥，走吧，咱们就是苦命。手都在抖呢，我忍不住。都是老同志，有经验了还会害怕？不用怕，一起深呼吸。
怎么样？没用。那咋办？只有师兄在旁边的时候才会好一点。哎，我听说你那个时候在戏班有一个相好的，应该不是你这个师兄吧？嗯，他叫盛忠豪。这就对了，你是有相好的人了，以后可不允许再黏着文丽轩同志了。啊？啊，反正这是纪律。队长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走，我们走。嗯，二哥，前面这是黑风峪，要是八路在前面埋伏，那就全招待了。你得告诉鬼子一声，提防着点，可是咱们跟着陪葬多不值啊。悄悄传下话去，别出头，跟在后面，叫兄弟们进来点。杨队长，什么事？太君，前面就是黑风峪了，这地方地势复杂，万一遭到埋伏不好说。哎，这条小路也能到，就是路远点。杨队长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太君，要不派几个人到前面搜一下，确保安全以后我们再过去吧。啊，这里还会有八路吗？他们早已闻风丧胆地逃跑了，黑风峪应该是安全的。太君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哎，少佐，你看，啊，花姑娘。哎，花姑娘，快点抓过来！哎，快快快！哎，我说杨队长，你怎么去抓？哦，太君，花姑娘都是皇军的。太君请，太君请，我们就在这。花姑娘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花姑娘，快走，快走！等等我。我觉得今天风头不对，小鬼子可能要遭殃。啊，那咋办？那咱们逃跑吧。逃跑，到时候会去让小鬼子给毙了。还是先看看再说吧。要是真有啥事儿，让兄弟们先团在一块儿，先保命再说。就这样，别往前去了，去说吧。兄弟们，原地待命，提高警戒。啊，我待命吧，快。二鬼子，我刚刚侦查的时候的确看到二鬼子了，还有辆大马车。走，我们去解决他们。那这些鬼子怎么办？就这么几个人，邱连长会解决。走。好，走。眼睛放亮点儿。
还真有埋伏，咱们上不上？上什么？上去就是送死，就在这待着。好，快走，跟上，快。雨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二哥，回八路，咱们。二哥，我们撤吧，撤，走。快撤吧，走吧。追追，快！二排留下看物资，其他人跟我追。是。是我去看看，留一个班给你们，打扫战场。嗯，好。一班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是。速度麻利点。快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！别追了，他们跑不掉的，大家原地分散隐蔽，把这边包围起来。是是是。往洞里里边跑。啊啊啊、打走。快快快快。二哥没路了，妈的，跟他们拼了！就地隐蔽，准备战斗！快，隐蔽！小吴，李轩，你们那边解决了？解决了，两分钟不到把他们全都解决，太不过瘾了！哎，这怎么样了？三排把逃跑的伪军堵住了。行啊，哎，不愧是小诸葛亮啊。三排提前埋伏在那儿，没有十面埋伏，也算是三面包抄啊。啊，哎，困住了，咋不打？伪军狗急跳墙，我怕打起来咱们会有损失。哎，打仗哪能没损失啊？全体都有。哎，等一下，连长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我觉得没必要为这20几个伪军付出伤亡。你又有好办法了。劝降。劝降？嗯，我觉得可以试试。你看，鬼子完蛋了，伪军心里肯定发慌，撑不住。而且他们困在这儿，一无援军，二无粮草，我们不打他们也会垮。嗯，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，我赌他们还有点良心。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争取一下。怎么做呢？让我去跟他们谈。你去？嗯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你见我打过没把握的仗吗？李轩，看着点。伪军的弟兄们，我是八路军排长文立轩，请你们队长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谈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反抗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何必自相残杀呢？如果你们答应谈，就回个话。二哥，嗯，八路这唱哪出啊？八路的兄弟，我同意谈判，但我不过去，你们得派一个人过来。说好了，不许带武器，玩阴的，明白吧？好，我同意。李轩，不行，
万一二鬼子使诈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还有，连长，你们同志们借点钱，我有用。借钱？这又不是逛大街，借钱干啥？你准备好就是了，待会儿有用。拿着，连长。李轩，你为什么要拆了装备啊？我去劝降。啊！你疯了？你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你有什么把握可以劝降他们？放心吧，现在害怕的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玉环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相信我。可是，玉环，先看看再说。伪军的弟兄们，我进来了。一个人，别担心。来，做好准备。伪军的弟兄们，你们放心，我是一个人进来的。放心，我没有带武器。请问哪位是你们的队长？我就是他们的队长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来者是客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我自报家门吧，我是八路军排长文立轩。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们一条活路。活路？什么活路？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是活路。哼，你原来是来劝降的？没错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怕。不过我相信你还有良心，不会滥杀自己的同胞。而且我更愿意相信你是一条重情重义的汉子，不会置你这帮兄弟于死地。你就这么肯定？弟兄们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烧杀掳掠，但凡是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。你们只是误入歧途，成了日本人的帮凶。我相信那都是因为形势所迫，绝不是你们自己想干的，对不对？二哥，这八路说的有道理啊。这当奴才的日子兄弟们早就不想干了，不如我们堂堂正正的做人吧。是二哥，做汉奸还不如当土匪。古人云，迷途知返，枉折是也。只要你们脱了这身不光彩的黄皮，就还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，堂堂正正的大丈夫。连长，啊，李轩进去那么久了都没动静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李轩同志身体本来就弱，现在单枪匹马进去，这万一要出什么事儿，咱们连救他都来不及。邱连长，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啊？可是李轩跟我说过，要是李轩同志出事了，你能负责任吗？我，对啊，你不能光在这等着呀，快想想办法吧，想想办法。邱连长，文排长。我杨某和这帮弟兄被你们八路困在这儿，我无话可说。只要你们能给我这些弟兄一条生路，我可以叫他们把枪放下。至于我个人的生死，你们随便处置。好，杨队长果然有担当，讲信义。
我温丽轩以人格担保，只要你们不再抵抗，不再助纣为虐，我会护送你们安全的离开，并且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路费，会礼貌地送你们走，就等杨队长一声令下了。队长好，温排长，今天我就赌一把，把这20几个兄弟的性命交到你的手上，不过你得说话算数。杨队长请放心，你可以不缴枪，在你离开之前我可以做你的人质，如果我的人敢乱来，你可以一枪打死我。没想到文排长你这文弱书生的样子还真是条好汉。好，我就不多话了。兄弟们，刚才我和八路军文排长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？自从老子穿上了这身狗皮起，心里就一直没舒坦过。今天是八路军他们给了我们一条生路，现在老子这个什么鸟队长不干了，这身臭狗皮老子今天把它脱了。对，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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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干了，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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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受够这屁了，早就干了，不干了，受够这狗屁，早就不想干了，终于脱了，哼，不管，不干了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，连长，快想办法呀，管不了了，那就准备给我绕过去。文排长出来了，邱连长，是他。来，来，拿着。长官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道你答不答应。说吧，只要我能满足，尽量满足。我想跟你一起干，跟你们一起打鬼子。你们八路这么仁义，我也想加入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好啊，只要你们真心想打鬼子，我们都欢迎，对不对，邱连长？对。谁没有走错过路的时候？欢迎大家加入真正打鬼子的队伍。奶奶的，老子以后再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欺负了！加入八路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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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加入既然这样，想加入八路军打鬼子的站这边，不想加入的站那边。走，走，走。杨队长，这些给你当路费。文排长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混口饭吃还难不倒我。好啊，我们说好的，要走就走，要留的留，绝不为难。